老牛的一个作用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削弱的。是的，那这把两边阵容选下来的话，感觉都是要往后期去打的。两边应该对自己的后期都很有自信，就毕竟到了这种 BO5 的一个决胜局，两边还是求稳健一些，是，就保证队伍阵容的一个后期强度。但是这一把的话，感觉 WE 的下路就不太好打了，因为他们这个组合是被 counter 的，对线可能会比较难受。 传统老双 C， 然后加上两个前排坦克。那 OK， 也是进入到我们本场 BO5 决胜局的一个游戏画面。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，我们的观众也是非常的热情。来了，这里 WE 四个人。如 Summer 所说。 集团有一些想法，你想要去捉一下对方的一个位置，因为想着莫甘娜可能会来反包一下。这把香克斯是带了一个彗星来打一个对线，哦，鸠梦这边也带了，现在也比较流行一个彗星的 MF， 这样推线，然后前期学一个 E 的话，对线效果还不错。嗯。 消耗非常的强，而且 MF 现在好像很主流，去直接裸一个女神之类，或者去做魔宗然后加星矢的这一套。是，不过也有那种先把魔宗做出来，然后再转一下那种暴击流的出装也是有的，看他这把怎么出吧。来看一下，这里 WE 其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后场眼，这个眼位在后草丛当中。 是吧？如果旧梦是主 E 的加点的话，可能对线压力会降低很多。这个地方是直接 W 顶走，意义不是很大。意义不大，自己本身就是被 Q 技能给定住了的。WE 下路也知道，就如果说被你这个组合前期硬推线的话，后面就很难打了，所以也是在这就不跟你硬刚，对，去利用平 A 和 W 做一定的消耗，硬抢一个两级。 啊，感觉哎，这里又是被彗星给砸了、哦，好像抢到了，这里抢到了呀，1起2，那还不错。那莫甘娜这个地方走位非常靠前，又是一个 Q 技能，能接到甲子吗？可以接一发女姐的 Q， 接了发 QA， 打了一个 QA， 感觉也很不错了。蓝枪是蓝 buff， 然后往下半野区刷的，但是下路感觉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呀、啊。 反正先往下面刷着靠嘛，我刷着靠，有机会再说。好了吧，也是一个基本同步的一个状态。这把上中的话，应该就是互相打钱了。而且这四个英雄的话，奥拉夫是没有刷石头人，直接往这边过来的，所以速度可能还会更快一些。核桃蟹还有8秒钟的一个时间就要刷新了。 而且下路这边女警和莫甘娜推得很深，没错，这个地方直接闪现上来，直接把莫甘娜顶回来。男枪来了，感觉有机会吗？给一个治疗，一个烟雾弹想封一下绿毛的一个位置，但绿毛临危不乱，这个地方也是叫回打，接了个夹子，鸠梦最后一枪，直接被 Loken 点死，这波很亏 WE。第一时间3个打2个，反而被反杀了一个。而且第一时间老牛其实打控制的时候，队友的一个伤害，就是位置是站的没有那么近的。 Missing 这波应该也是看到男枪想靠，但是确实是开的比较早，稍微有一点点勉强了。这样子的话，下路的一个河道蟹奥拉夫还可以再去吃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波，是走位扭了一个 Q 技能之后的话，老牛就过去直接闪现 Q 过去，闪现 Q 过来，然后闪 W 顶回，然后男枪跟过来，男枪是想要去杀绿毛，绿毛就卡在这个凹槽内，然后给了一个 Q 技能加上一个 W。 配合上这里旧梦的平 A， 是硬生生直接击杀掉了 Loken。啊，不是 Loken 杀掉旧梦，不好意思。说反了。哇，这波感觉京东下路双人组打的也很镇定自若啊，就完全不慌，直接接甲子。而且这边绿毛直接赶来上路，配合这边拉夫控双河蟹，很开心。控到了。这把卡纳比又起飞了。我想骚扰一下。 但这波打不起来啊 ！Missing 也来了，牛头没有闪现，追不上，留到了剑魔，先把这个眼拆掉。很气，现在，悲伤有点难受了。就作为男枪的话，如果你被别人控双和些就很难受。而且他现在等级也是被压制住了。而且现在几条线上，京东的线权都拿得很稳。沙皇这边中路的也不是很好过。不过补刀上面的话，这边还是持平的。两边辅助都动的话，好像 MF 过得还不错。 但是我两边辅助都上线的话，感觉 MF 这边日子又不好过了。现在绿毛要回去下路了。现在沙皇如果每次上线都被发条压成一个低血量的状态，在这里打的话，那么如果打野来的话，还是挺危险的。就感觉现在香克斯的一个自己对线，尽可能把线推过去之后的话，他其实能做的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多。他其实是被限制在这里。对。而且自身本来也很危险。 而且下路的话，两边对于这个线权啊也是打得不可开交。自己能耗一下。这个主 E 的 MF 确实有点东西，你看这边女枪被耗得有点难受了。哦，女警这边被耗得有点难受了，一直被 E， 3级的一个 E 技能，配上彗星和一个焦灼，再一个 E。这伤害确实够高，就感觉玩的有点憋屈，而且这奥拉夫已经到达6级了。 下路的话，旧梦是没有双招的，啊，看一下能不能配合一下过来动一下这条土龙。京东这波下路先推线，感觉可以直接动了。中路的话，这个线权，我觉得西野要强行打一下了。哎，这里奥拉夫是也是往这边靠了过来，但是香克斯手里还有闪现的，不慌不忙，走位躲斧头。那我感觉可以直接过来动这条土龙了，下路的兵线直接硬推进去就 OK。是的，沙皇这边血量被压下来的话，这波如果要打起来的话，没有作战能力的。龙可以先控下。这把旧梦和 Missing 打的还可以啊，打女警莫甘娜没有被吃镀层，好像守的不错。但这一局感觉悲伤似乎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声音。 这悲伤被限制有点惨，双核协议这个地方想回推一下，也是被西野直接侧身走位扭开了，还好是打出了一个闪现。那这里发条没有闪了，待会还是要小心一下 ，Missing 有没有可能去往中路靠过来对他动手？上路兵线是由剑魔占优势的，看南枪能不能考虑去控一下下路先锋吧。沙皇也在后面。 MF 这边要抢一下，哎，但这个地方如果打起来，状态两边有，哎，抢到了。牛头这边一下顶起2个人，但反而被回打成了一个残血。MF 这个装备作战能力是不强的，他等于是只有一个长剑在手里。怎么感觉要被打回家了？感觉两边回合制。京东应该可以吃1层镀层。 我感觉这层镀层之后的话，莫甘娜得去往上路那边靠一下了，往中上路去找一下机会。不吃，下路先锋是已经刷新了的。女枪还是想守一下，莫甘娜这边往中路走。这地方选择直接开始动这个下路先锋，但是有河道勋爵蟹的一个视野的牛头也过来了。 男枪是打完三狼，再往这边靠。沙皇没有 TP， 沙皇才刚从家里出来，感觉有点来不及了呀。还要过来硬手吗？没有机会，稳稳的惩戒收下。感觉可以去帮，待会儿帮中路去吃一下镀层。然后下路的话，又剩2个AD 的一个皇城 PK 了。这个样子的话，其实 MF 是比较愿意看到的，就主要这个对线压力，莫甘娜给的太大了。 现在地图上的一个视野布置的话，京东 Gaming 把下半野区的一个视野还是给罩住了的几个关键的草丛，就是 WE 这边即使说悲伤想要配合队友动手也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。奥拉夫再过来帮西野拿一下蓝 buff。其实真正等到这个装备成型之后的话，中路西野拿线权还是比较好推的，就两边中路会形成一个就没有兵的一个情况，你兵线推过去，然后我把兵线也推过去。哎，上路想动手，草丛蹲。 打不太动，中路这边很硬。在我们这里是有一个小反甲的，这里呼吸哥的一个回复效果也不明显。上轮应该暂时打不出一个胜负来。我觉得 Missing 这个地方是有闪现的，可以考虑去中路找谢的麻烦了。小龙坑这边已经开始在抢。谢应该也懂啊，自己没有闪现，现在沙皇推回来配合男枪伤害就能秒他。还是比较紧。哎，感觉想动了，我绿毛已经早早蹲好，问题不大。 绿毛就站在蟹的后面为他保驾护航，上路河蟹，卡拉比在动这个河蟹，打野1v1，先打一套，打一个占卜花朵。但是这边绿毛又是先到了，牛头还在下路。那这个样子的话，其实可以吃一下镀层。这样子交换的话，怎么感觉 W 下路还挺乐意看到的？这边莫甘娜到处游走的话，反倒是 W 下路先吃到女警的镀层了。 你就会感觉到京东 Gaming 他们拿到这样一个组合之后，却没有打出很高的一个线上的压制效果，就只是用莫甘娜来 counter 牛头了。对，主要是牛头这边游走的话，莫甘娜一直待在线上也不太好，得去支援一下自己的队友。吧，主要还是想保住自己家大哥呀。京东这边打野是大哥，保护好大哥再说。啊，中路的兵线两个法师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对刷的一个状态，而且谢的一个闪现也马上就要撞好了。下一条风龙还有1分钟不到的一个时间就要刷新了。打到现在，双方的经济基本上是持平的。 奥拉夫的这个峡谷先锋的 CD 时间剩的应该不是很多了。没错，也是想过来反下野，但是做人嫁衣了，这个地方还是被悲伤的一个惩戒给收下来了。看一下峡谷先锋要用哪一路，我觉得用中路直接去帮苏老师去发育一下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这 Q 差一点命中到男枪，想先控制掉小龙，但是感觉他这个先锋时间是快到了，哎，闪现推，闪现躲开，谢的反应很快。 那两边中路都没有闪现了，哎，又是一个 Q 技能，但是 MF 也是把自己一个大招弹幕时间直接给扫了出来，铃铛敲晕，敲在了没有回盾的一个绿毛身上。女枪这里没有后续的一个伤害能够跟进了，但是卡纳比的一个奥拉夫也是拍马赶到，男枪侧面过来，这边睁眼看到了，下路形成了一个下野的3v3，谁都不敢轻举妄动。 我京东应该还是不想给小龙的，直接踢过来了。踢了，要过来对这个沙皇动手嘛？但剑魔也过来了，也是知道两边中单都没有闪现的，于是矛头先直指中路。这里做姆是非常的肉，但是在侧翼的话，绿毛想过去支援一下，反而是被旧梦直接给隔绝开来了。剑魔开启一个大灭之后，还在持续的做追击，大灭的时间已经过去了。奥夫开启一个追逐黄昏，只能够往后稍微拉扯一下撤退，无法被控制的效果抵挡了这里的一个恶火数链。但是这条风龙应该是可以由 WE 控下来。刚才这一波也是知道双方的一个中路都没有闪现，于是奥恩第一时间也是过来想对沙皇动手，同时 WE 的一个男枪也是配合队友想去对一个发条动手，用闪现躲过了发条大招之后，过去直接收掉了发条人头。刚才这波奥恩是 TP 过来落地直接就开大，这波感觉悲伤打得很果断，直接闪现躲大招贴西野的脸，西野这边没有闪现没办法跑了。 这 Zoom 其实真的挺肉的，而且这个地方绿毛是想过来支援一下队友，但是被旧梦直接给留住了。剑魔卡的位置直接把女警给打残。啊，这一波的置换过后的话，刚才肯定是 WE 要更赚一些，因为拿了一条风龙，还拿了一个人头，按下路的一个防御塔的一个镀层，吃一层，走人。 我感觉京东 Gaming 他们拿到女警莫甘娜之后，好像也不是打的女警的这个推进的一个体系。其实你看到他们14分钟下路的防御塔镀层也没有掉多少，那感觉是 WE 这边下路双组对应的很好啊。就牛头给，特别是女枪这边主 E 一个加点，让你没法推我线。对，这个好像就很灵性了。草丛里在蹲，这边奥拉夫也赶了过来，还是比较谨慎的。 这里的眼的位置看到了奥拉夫，下一条峡谷先锋也马上就要刷新了。这里两边还是围绕这个视野去争夺一下，看一下打野的一个动向。男枪和沙皇是进入到了京东 Gaming 的一个蓝 buff 野区。这里是想要去找一下奥拉夫的一个位置，发现正在打蓝。那京东 Game 的一个下路双人组也是直接来野区稍微防守一下。 再拼上路的一个信号，哎，上路也好久没有给到镜头了。下路的话，这个主E女枪确实推线方面的话是要更胜一筹的。而且莫甘娜其实在线上待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，就是很多情况下是和牛头一起，就是两边对着游走去了。旧梦这边的魔中马上就要变成魔切了。 那待会儿在中期的时候，战斗力感觉旧梦这边会比 Loken 高很多啊。但女警这边回去的狂风之力也是直接补出来了。再拼上河道的一个信号，想来争这个先锋。先锋的话已经是由 WE 先行动手，血量打到了1000左右，奥拉夫这个地方还没有过来，那顺利的拿下。 要不要直接放中推个中塔？但其实经济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差距的，啊，现在正面5v5的话还真说不准，就看打团操作了。嗯，但我觉得现在京东 Game 要稍微小心一点 ，WE 这边的一个 combo， 就一旦说你被沙皇推回来，或者说被牛头顶起之后 ，MF 接大招，这一波爆发伤害打还是很高的。而 WE 的话其实是要稍微小心一点，对方羊叫了之后也是有一个大招的 combo 效果。 想来动 Loken， 牛头绕后，来得及跑吗？已经到了，牛头受伤，到位了，怎么操作？直接先 W 顶一下，再 Q 起来，沙皇捅谁？沙皇在捅绿毛，没有第一时间赶过来。啊 ，Loken 手里也是治疗捏得很死，也没有选择交，就感觉第一时间沙皇的位置隔得太远了，不好直接去输出，还是没抓住这个机会啊。主要是旁边有一个莫甘娜在。 中路的话，反而是放旧梦去和西叶对了一波线，两边稍微补了一下发育。可以看到旧梦这边的一个魔戒是已经叠出来了。再过来，因为火龙还有1分钟不到的一个时间就要刷新了，围绕着下半野区的一个视野稍微的争一下。 先把这边的视野控一下，这个时间段奥恩是有 TP 的。奥恩 TP 差一点点时间，差一点点时间。剑魔这边的话，伏地时间还要等得更久一些。我觉得京东 Game 应该是有沟通过，这里 Zoom 说自己的 T 在火龙复活的时候应该是有的。好像是想让了吗 ？WE 大招拉一下，拉回这边一个牛头，直接逼出了闪现。 好了，开启了大招，直接一个E技能收掉了老牛。伤害太高了，这边牛头 CD， 大招还在 CD， 有点脆。而且京东 Game 这一波全员都是有双招的，哎，这 Q 没 Q 到，稍微有点歪啊。可能要打一个闪，但是身上好像被烫死了。哎，哎呦，在磕药，磕上来了。哇，这个真的好极限。还好是喝了瓶药。没错，这个地方也是有大面具的一个效果。 哎，再过来入侵一下你的一个野区。那火龙的话，反而是可以由京东 Game 啊，这里没有付出任何的一个代价，就直接拿下了。上路开大清兵，但是清不掉这个炮车啊，这个上塔应该要被 W 拿掉。还要拆吗？手上还有一个峡谷先锋的。不敢拆了，主要也不知道后面有谁，其实后面是没人，就直接硬装嘛，是吧？ 对，让你感觉我后面来兄弟了。只来了一个很远的莫甘娜，其实赶不上的。刚硬拆的话，嗯，这里女警也是把下路的一个线推完之后，可以回家稍微补给一下。中路的话 ，WE 顺势召出峡谷先锋，有个发条感觉不太好推啊，这个位置没有兵线了呀，这里也破不掉。这个位置发条太好发挥了，算了吧，想想。 现在让沙皇一个人去带下路的线，下路的防御塔血量已经不多。哎，悲伤这个位置看到了一个西叶，起杀心了。其实悲伤这边有一个狂风的，凶点直接开冲，一然后位移过去。对。上下两座防御塔同时被拆掉。其实现在经济的话 ，WE 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领先，但这个领先也不大。主要是你面对女警的这个体系，你取得经济领先的话，其实就是有一定的优势了。旧梦一套输出打下来还是挺疼的。 关键现在地图上也没有特别多的一个资源了，火龙还有3分半的一个时间刷新，大龙又不是特别好绕，应该是先围绕大龙和的视野做一下，然后去打一下双方的一个关键技能。两边都不着急，先刷，好吧？两边后期都猛。左边感觉是一个4核心，右边如果算上奥恩的话也是4核心。 哎，上路这个位置，沙皇和南枪想要去找一下欧那个麻烦，夜牡丹稍微减速留了一下，有点刮痧打不太动。这里南枪的一个伤害现在有点太尴尬了 ，A 了几下果断放弃了。主要是Zoom这边全是护甲装，打不动。绿毛这个位置很深入啊，过来艺高人胆大，先把视野给布一下。还是先打火前吧，不着急。 我觉得要稍微等一下奥恩这个地方，奥恩马上现在已经14级了，可以开始发装备了。我感觉京东 gaming 这边最大的一个加持其实就是这个奥恩，他们打到越往后面走的话，其实也是靠这个装备的一个优势。中路弹一下331还可以。伤害的话，现在其实两边都没有那么欠缺。 但现在主要是 WE 这边靠上下去分带，给京东的兵线还是造成了一些压力的。是的，所以感觉京东他们待会儿的一个核心目标其实应该是这条大路，他们甚至可以去做这种大换小的一个决策，就抓住好的机会的话，因为他们最大的一个压力其实就是来自于兵线的一个压力，他们正面5v5的一个团战，这边的一个控制点衔接其实是 OK 的。 看一下小龙处的一个视野争夺，两边都打得很稳啊，没有露出破绽，暂时。这里发条是没有踢的，于是选择回家，直接赶往正面战场。中路的话 ，Loken 这里赶快把兵线守一下，大招扫一下，直接把绿毛扫到半血，但是感觉意义不是特别大。这是一个狂风 R， 他刚才用狂风做一段位移过去贴着 R。 感觉这里大招交掉之后的话，应该是刚好卡了一下大招的一个 CD 时间，应该能来得及转好，对，问题不是很大。京东 gaming 这里也是发现大龙坑没有特别好的视野，先把大龙坑的视野想过去点亮一下。而且我看到旧梦这个技能加点很细啊，就点了个3级E。 然后就主 Q 负 W 了，就度过线上前一段需要推线的一个时期，就开始主要的一个伤害技能了。哎呦，这个 Q 有点危险的，其实这个 Q 吃到可能要倒，随便接一点技能就要死了。但是你这边压不久呀，下路的兵线又被带过去了。来了，小龙要刷了，小龙还有10秒钟的一个时间。中路线全先拿到，而且在这边站着的话，直接 TP 过来。西野发条发挥空间很大，这个位置藏了个球在草里。 要不先打波 AOE 大招 W， 先把沙皇打到一个半血，但这个大招有点浪费掉了。那没有大招的话，其实京东 gaming 这里需要稍微权衡一下了。这条龙其实是可以要硬 run， 要硬 run 吗？哎，后面有剑魔绕过来，剑魔绕后，而且这个地方有针眼，是隔绝了一个视野的。找到剑魔了，剑魔开启一个大灭过来，一个人拦着3个人，伤害打得非常之高。 哎，但是这个地方也是被定住，有点可惜，伤害就差那么一丝丝。不过这边队友可以追击，就摸一个闪现一减速，西叶能跑吗？沙皇一个推到了3个人，但是队友的一个状态有点太残了呀，推完自己也同时倒下。这里是直接在空中把罗恒给推死了，但是队友是跟不上伤害的，这波 W 有点亏啊。小龙也是京东这边拿到。 啊，其实我本来觉得剑魔在那个位置都是一个收割之势，我都以为他要天神下凡了。WE 赶紧过来拆一个中塔止损，但还是很亏。看这波回放，剑魔其实一开始找的位置挺好的，但这个位置已经被视野发现住了，一过墙，然后跟一个 Q 闪。哎呦，我这波被跟太久了，这波绿毛打得太好了，一个大招金身，把呼吸哥直接定在这个位置。而且后续如果硬要上的话，香克斯这个地方太尴尬了。哦，后续杀完了，然后再推一个，只推到2个人，没有推到边上的助姆。主要是其实当时老牛是在后面的，他可能想配合老牛打一波控制。 对，又出现了控制链的一个断档问题。对，但是老牛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出来。再摸一下奖，没有中。这边赶紧把兵线清一下。现在开始围绕这个大龙坑的一个视野做文章了。主要现在京东 Gaming 手握已经是一个听牌龙之势了。哎，想动西叶吗？西叶有闪。 应该没什么机会。这卡纳米就在后面。这波线还是要带。而且剑魔这里是有 TP 的，也没有关系，可以放任他一个人在下路尽情的单带。看 WE 这边正面打团还是得牛头能先开到团战，不然还是难。 那也不太好接啊，现在。 京东 Gaming 这2条火龙的加持其实也挺明显的，但有莫甘娜在，牛头真的很难开，包括这边沙皇也很难。哎，不知道现在 W 有没有算到他们上单是有 TP 差的，可以直接大龙硬 rua， 就剑魔直接踢过来，奥恩一定赶不到正面团战。这边在发信号，要不要直接踢过来硬 rua 了？直接打剑魔回家，直接踢过来，奥恩一定赶不到，就拼命一搏。 没错，但其实打龙的速度打的还可以，就硬 rua 嘛。哎呦，还是算了。但已经踢下来了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直接硬 rua 谁的龙？啊，龙还是拿到，可以撤了。WE 收下了，全员走吧。这里跟一个狂风，哎呦，一枪差一点，有个红 buff 就直接烧死了。那这波 W 还是把这条大龙偷下来了，很不错。算了就溜，应该也是算好了这边 TP 差。防御塔是要被推掉了，这个倒是无所谓。 但是现在这个大龙 buff 拿到之后的话，其实 WE 本身他们就是有一个单带的一个能力的，他们有分带的一个优先权，所以可以利用好这个大龙 buff 去做更多的一个事情。但是压力还是待会的那条火龙对 WE 来说，只能尽可能现在去获取更多的一个经济，然后来补装备吧，多发一下自己的装备。最后的1分钟。 但这样子的话，剑魔是没有 TP 的，他可以这波赶紧带完回家，把自己装备补出来。最后一波团战了，这是。而且我觉得剑魔待会儿要不要考虑换一下瞬移血？他应该那个符文点的韧性的还好，30%，似乎刚才看到莫甘娜那一套控制下来的话，有点不够了。还是得看一下他这个装备，他得先把自己正常的装备出完，然后有钱再换。他如果直接换的话，他太穷了。 这波剑魔回家有没有绿甲呀？很关键，这装备不够钱，很穷，很穷，太穷了，只能补个燃烧宝石和针眼了。这波要最后一波团战了，30秒钟的一个火龙终局之战。先把这边的视野抢一下。不过这波如果 WE 打赢的话，就还能继续打。这个龙魂很关键。WE 先把这边这个位置站住了，而且这边有2个自己家的针眼。 看一下要怎么开团，哎，感觉牛头可以开了。这个位置手里没有闪现，只有海克斯闪。剑魔在侧面。这波不开的话，中路兵线要被推过去了，要不直接 rua 龙吧？呼吸哥是不是想绕后来打？想 rua 龙 ，rua 的还行，很快，能不能 rua 掉？完了 ，rua 到2000血，所有人都撤掉了吗？而且这里南翔直接撤退走了，龙是谁的？ 龙是被奥拉夫直接给抢下来，剑魔想要配合牛头去绕后一下，但是这里 WE 的一个指挥明显出现了一定的分歧，正面想要去 rua 龙，但是后方的话却是想要去阻隔对方的一个阵型。我剑魔一个 EQ 闪还空掉了，很尴尬。这有一个旧梦能跑吗？我觉得这里做姆是不是可以直接回撤一下了？有火龙魂之势的话，旧梦这个地方做姆要踢出来，卡一下视野。 哦，这波哦要被夹住了吗？差一点回家了，应该是没有猜到在这个位置。但这个样子的话，京东Gaming还是拿到自己最想要的东西。感觉这波 WE 指挥出问题了，要么就硬 ra 了。其实刚 ra 的速度还可以，你就是5个人一起去 ra 龙那波就应该可以 ra 掉了。但是京东 Gaming 就是 WE 这边想的是让牛头和剑魔去阻隔对方的一个后排，但是这个位置就是他 ra 到一个2000血，又把这个位置给让出来了。只要奥拉夫一个人在这里打小龙，悲伤是血量见底了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后退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已经形成了2个战场。 其实我觉得这一波 WE 的一个指挥是有明显的分歧的，对，要么这波就别打这个小龙，然后把团战打起来也可以打，就跟着牛头和剑魔一起冲进去，我觉得也是 OK 的。最后剩剑魔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被风筝了一下，有点尴尬。不过火龙魂的话还能打一打，没有水龙魂、土龙魂这么阴霸，这个龙魂的话只增加你的伤害，不会说让你变得特别肉，打到还是有机会。 沙皇继续在上路的兵线，主要现在两边的经济还是咬得很死的。是的，打团操作还是有机会的。我觉得现在 WE 得看一下香克斯的这个沙皇了，因为其他人想要去摸到这个 Locan 的女警，有一点点困难。祖母直接都可以开大逼走位了，不过这波是鸠梦先行开大清兵。 哎，这个地方恶兽链留住了，但是跑得很快呀、谢志奇又跑快快的。 到下路的直接大招逼退，这边先顶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京东可以撤一下，不着急吧？那这个塔可以直接拿了。OK， 破掉之后可以继续往前 A 了，套了个黑盾 ，Locan 很凶残。但 Locan 那个自己见底了呀，差一点被打死了，赶紧往后交一个闪现。这个地方也是仗着自己刚才是有一个黑盾的，于是肆无忌惮的想上去点人，没想到对方的一个 LE 技能伤害也非常的高。 就可以看到火龙魂，它增加你的伤害，却没有增加你任何的一个容错。其实我感觉 WE 如果团战当中的话，这个控制点衔接好，打一套 combo 是完全有机会的。这波 WE 点之王来了，但是发现路上全是野。这波本来 WE 应该是想进京东上半野区去反蹲一波的，就提前站好位置，可以蹲到京东这边出来做眼的人。而且蹲到之后的话，因为大龙还有40秒钟就要刷新了，就很有机会去打。但没想到路上全是野。 就悲伤开一个扫描，发现哎，这边全是眼，我过来都被看到了。其实这一波同样是有一个 TP 差的，但是奥恩的话，因为兵线已经处理过去，他可以直接来到正面战场。这波应该不会像上一波那么好运了，上波确实是 W 抓到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ra 龙，但现在大龙刷新，京东已经把所有位置站好，而且眼睛布的也非常的齐全，蓝区全是京东的眼。 WE 只能寻求中路的机会，在中路这边推线再过去了。但现在女警的装备有一点 OP 啊，4件套。而且剑魔也是徒步赶过来了，往这边再靠一下下。在草丛这边蹲，但是后面草丛里边是有一个眼的。哎，我现在还不知道，哦，应该是大龙这边有个眼，能知道京东这边打没打。直接开始动龙了，看一下大野的一个等级，两边都是15级。 南墙有闪现有惩戒的，应该是大龙逼团吧。京东这波如果要拼惩的话，会不会给到悲伤一定的机会？2000血的大龙停手了，1700抢到了，抢到了。而且奥恩的一个大招过来，配合上女警伤害是直接杀掉了沙皇。那付出沙皇一个人的代价 ，WE 我觉得是有机会再把比赛往后稍微拖一下的。这波对 WE 来说血赚啊！这波大龙如果被右边拿的话，可能就是一波平推了。 那现在京东 Gaming 在打大龙没有能够成功之后的话，选择去推一下 WE 的一个上路2塔，尽可能的给到对方兵线上的一个压力。毕竟这边少个沙皇嘛，也是要找机会。但说实话，有大龙 buff 的话不是很好推，只能稍微给点压力。哎，京东差不多可以撤了，打1分钟后的远古龙吧。那其实这一波 WE 抢龙没有付出，基本上没有付出代价，付出了一个沙皇和一个悲伤的闪现。是的。那下一波远古龙的话，其实还是有一战之力的。看这波回放，其实京东这时候已经停手了。烟雾弹封了一下视野之后的话，其他人就已经想要去直接正面打团了，导致说只龙坑里面只有一个奥拉夫，那两边打野都是15级的状态，这个惩戒不就是五五开吗？来，那这波真的是最后一波团战了，好吧？远古龙团。 30秒钟，谁吃到基本就是能一波了。直接来布视野，拖到现在，双方的经济差距依然不是很大。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召唤师技能的话 ，Loken 的一个闪现还差一些时间，应该在这肯定是在远古龙刷新的时候不能好的。两边 C 位的装备都是拉满的 ，AP 都是5件装备 ，AD、C 都是老牛是把大招式已经开过了。 这里待会儿他进场的话要小心。哎，又开始 抓 了，但这波又要被逼走。羊来了，走不走？只能走啊 ！Missing 这边牛头血量太低了，被远古龙喷的只剩下1/3血。啊，这个地方的话，京东 Gaming 是有机会去接手掉远古龙的，也不敢打，也不敢打，也不慌，也不慌，反正我就拉在这个地方。现在谁打远古龙就要被别人多占点优势。回血了。哎，看一下老牛的一个位置 ，Missing 这个地方又想绕后吗？但是那边草里有个眼的，只能到这里了。他手里是有闪现的，又被看到了，被看到了。哎呦，这波拉扯，究极拉扯，远古龙马上又要回去加血了。远古龙心里有点烦。哎，这波京东逼走位是想绕完吗？5000血。夹子阵这个地方，香克斯配合上南墙的一个伤害，顺利击杀掉了绿毛的一个莫甘娜，而远古龙只剩下2000的一个血量了。谁的？抢到了远古龙。远古龙。而且这一波进场之后，狂风再做一刀位于发台一个大招拉得很不错，女警已经倒地了。远古龙太强了，打赢了，可以直接一波 WE 跑掉的一个是剩下注目的一个奥恩。 而且这里是有大龙 buff 加持的，还在被男枪追击。双龙会最快复活的是20秒的绿毛，20秒钟来不及啊！男枪这边不让注目回城，这边3个人应该可以直接一波。不让走，草丛里边再绕一下。这边甚至都要被男枪杀掉了，有远古龙，远古龙直接斩杀掉，一口吐掉。 还剩5秒钟复活的一个绿毛，是绿毛是一个辅助啊，根本就守不住。老牛是直接选择开启自己大招来扛塔，有兵线闪现进来给 R 技能金身原地想拖，门牙塔已经要倒地了，又是有远古龙斩杀效果，让我们恭喜 WE 赢下了这场 BO5 的决胜局，恭喜 WE！ 哇，太不容易了 WE 这把。 这个我觉得没抢到龙，可能真就抢哪边拿龙的话，团战的一个胜负手。因为其实团战，我觉得无限接近于5-5开，两边都有机会。说真的，现在现场也是非常的激动。也确实，5局比赛看下来的话，我们真的会很惊叹于 WE 这支 3.5 的一个新军，他们的一个成长速度。其实，在经历了一定的失利，包括说前面的比赛哪怕不是很顺的情况下，他们仍然能够扛住压力，成功的把这个比赛收入自己囊中。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容易。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，京东也算是在面对到对方先拿到赛点的情况下，及时做了调整，把比赛又扳回到了2-2。其实最后这场比赛打得也挺不错的。啊，而且我觉得就是京东 Gaming 这 几个比赛，我们觉得打下来的话，前面我们会觉得，哎，为什么就是 BP 有一点点可能觉得有点头铁，就硬选蓝色方，然后奥拉夫这个点又不去做限制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在2局的失利之后的话，仍然没有起来，还是继续选择蓝色方，然后去通过一个无论是运营还是技战术的一个安排，把这个比赛给扳了回来。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肯定的一点。但是还是感觉到在中后期的话， 如今的京东 Gaming 好像容易去犯一些上头的一些失误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一个数据版，哇，两边 AD 的一个伤害，这个经济曲线也是你来我往嘛，是不是？有来有回，真的有来有回。两边 AD 的伤害都已经对接了。没错，而且我觉得这一局 你不能，你可以，你这样说吧，就是 WE 你真的无法评出一个绝对的 MVP。其实他们5个人都有非常亮眼的一个发挥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觉得如果硬要评的话，那可能就是悲伤那一波抢了大龙，对，给这个就是强行续命。对，感觉是没有悲伤那条抢大龙的话，就不会有后面这条抢远古龙了。是，而且感觉悲伤其实他在野区。 就一开始的话，面对上奥拉夫的时候，他当时不是被控了一个双核线嘛？对，其实是一直是玩的比较难受的，但是他后面还是通过自己的一个野区的控图还有运营，成功的把这个节奏给慢慢给打了回来。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个火龙魂，已经很难打了。MVP 给到了旧梦的女枪，没错，也是关键的一个抢到了远古龙，成功的把这个团战给打赢了，非常非常重要。 而且更主要的是，我觉得旧梦这把立大功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他下路的对线选择一个前期点3级1，直接把这个对线给扛过去了，对，就没有被压刀，没有让对面的推线组合给推起来。是，你就会感觉到，其实选到女警莫甘娜之后，金龙根本这边没有打出这个体系该有的一个效果，本身应该进入女警的一个推塔节奏的，但是这一局其实女警的节奏来的是比较晚的，感觉还是被这边牛头给带进去了吧？其实就是牛头去游走的时候，你莫甘娜就在下路压制 ，MF 也玩不了。但如果你这边莫甘娜一直跟着牛头去游走的话，反倒是你下路的节奏给自己打没了。 但你完全不去管那个牛头的游走的话，他们一直以多打少的话，就是队友会很难受嘛。对，就是一种取舍。如果你莫甘娜跟着去了，那么你边路的队友会过得很舒服。但是如果你不去，那你这个女警选出来就可以把下路路程吃得干干净净。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样子的话，你不如之前在 BP 的时候就做好这个抉择，因为你既然选出了一个要强吃镀层这样一个强推线的一个组合的话，你没有把这个战术贯彻到底，你其实。 显得有一点点不伦不类吧，因为不如就选一个能够去游走的一个组合。是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采访也是就为了看一下这把的采访吧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最后采访，我是主持人欣然。恭喜 WE 赢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我们请到的是打野悲伤以及 AD 选手旧梦来到最后采访席，先跟各位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WE 打野悲伤。 大家好，我是 WE AD 郑梦。欢迎二位，首先恭喜你们挺进决赛，现在可以尽情的享受全场属于你们的欢呼了。那这场 BO5 打满了之后，谢谢各位。那打满了这场 BO5 之后，现在是觉得很疲惫吗？还是说松了一口气，然后对决赛很兴奋呢？对决赛很兴奋吧，然后松了口气。那旧梦呢？ 哦，我觉得就更多的是兴奋吧，然后期待明天的比赛。当然，粉丝们也是非常期待明天的决赛了。那问一下，其实今天这5场比赛当中，有非常多的名场面，都是两边的 AD 选手给我们贡献的。所以，旧梦觉得今天自己这5场比赛里面，哪一个英雄自己发挥最好呢？本来我觉得是薇恩的，但是因为薇恩前面出了点问题，然后我觉得还是卡莎吧。 啊，最后还是选择了卡莎是吗？但是今天你的维恩当时就是让大王在直播间里面都连连夸赞，还是让粉丝们非常放心的。那，下面这个问题呢，就要关于今天最后这一局，感觉大家都看得非常带劲。先问一下，就是33分钟那条大龙，那个大龙团是沙皇在前面声东击西，然后你的男枪在上面待命，然后最后抢到了大龙，所以那一波的指挥是什么样的？ 我让队友先去河道那边，然后我说我去抢龙，然后之前一直被抢龙，然后这次抢到了。当时有没有跟队友稍微的炫耀一下，我这次没有被抢哦？我说我抢到了，赶紧走。哦，原来还是以安全为上。那我下面一个就是关于远古龙那一波团了，因为其实当时京东是先动的远古龙团，而且摆好了夹子阵，但是女枪最后是抢到了那条远古龙，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决策呢？ 哦，当时因为那个夹子阵，然后我们过不去了嘛，然后我大招就是扫远古龙，然后看运气了。哦，这块还是要看是吧？两位都是有点羞涩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因为现在的话你们就要在决赛，那可能悲伤的话跟小卓的关系非常好嘛，所以有没有在赛前想跟他放点什么话呢？期待冠军辅助的表现。 期待冠军辅助的表现，可以感觉这一波是一个很好的祝福，当然也是很期待明天这场非常精彩的 BO5 了。我们也再次恭喜 WE 赢下了比赛胜利，再次感谢二位来到赛后采访席，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三位解说。